我们走进的大部分院落呢，基本上都是三进院，整个院子看上去就是非常的有层次感。常氏家族是富甲海内的晋商巨贾，是中国对俄贸易的第一世家。早在明弘治年间，常家的第五六代就已经开始修建宅院了。后来到清康熙年间，常家的第八代常威北上张家口做起了绸布生意，为常家商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后来呢，他的长子常万匹和三子常万达算是继承了父业，一直到了乾隆年间，两兄弟的产业可以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已经跻身于巨商大贾的行列了。于是呢，就在故乡榆次的车网村开始了宅院的建设。到了乾隆33年，也就是1768年，常家庄园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。常万匹留在村南祖居世德堂老院，称为南常；常万达则是在村北重新购地，填平废渠，建起了世荣堂，称为北常。从此之后呢，就逐步的形成了南常和北常两大宅院建筑群。一直到了嘉庆年间，常家庄园才正式的修建完毕。整个庄园里面一共有4000多间房屋，50多座楼房，光是小园林就有13处，建筑已经占到了原来车网村的一半。常家庄园曾经的规模是非常大的，占地面积呢大概是达到了60万平方米，现在向游客展出的面积只有不足曾经的1/4。石云轩书院呢，号称是我国民居的第一书院。我们一走到书院里面来，就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。石云轩书院，它是一处园林式建筑，是常家吟诗作画、陶冶情操、培养族中子弟的一个书廊学府。现在我们眼前的听雨楼，它的名字呢是取自李商隐的《留得残荷听雨声》的诗句，光是听着这个名字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意境。虽然书院分为三个院落，但其实它是连为一体的，在这里面啊展出着非常多的书法艺术珍品，我们从书院也可以直接走进静园之中。常家大院还是非常多的影视剧的取景地，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乔家大院、走西口等等，都是在这儿取过景的。常氏家族的财力在曾经一定是十分雄厚的。根据《山西外贸志》记载，在恰克图从事对外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当中，经营历史最长、规模最大的，首推榆次车网常家。而且呢，常家还开辟出了中国茶商的第一条丝绸之路。我们现在走进的这一处贵和堂，它是整个常家庄园里边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院落。许多院落之间呢，它都是连通的，我们只需要走过这样的一道门，就会来到另外一处院。整个常家庄园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气派，也非常的精致，能让人一走进来就会觉得，哇，不愧是曾经的豪门大院。每一处院落呢，也都有它的可看性，也都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游览。我们完整的游览一遍常家庄园呢，大概用时就是2个小时左右，大家可以合理安排时间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，拜拜。